理想啊，有咩错啊？十周年揾刁文游讲网台就唔会有错啦。冇人讲得啱，冇人讲得啱啊。系系咩？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咁样啊嘛。系系。岸青团以刁文游为首。取笑親招約員的李敬瑤被解雇無能，成為二人監獄的逃火線。喂，你係岸青團咩？原來一個叫喂，真係完全唔係啊！話聲你聽，唔係坦白講啦，嗱嗱，你要知道我自己係咩人，好清楚我自己係左派，黃岸然一個左佬，蕭若元係大右派。喂，坦白喺我意識形態裏邊，呢、這個已經係衰人嚟嘅，唔使講。即係即係阿老蕭，我一係太坦白真係。Okay.有一样我好多谢你嚟嘅，你两位 ，OK， 唔系啩？你系令到我咧，即系我一成做嘢都失败，知唔知？吓、啊，咁感性突然间，点解咁讲啊？我争取年咁多，咁样我真系落手落脚做嘅，或者成功嘅，其实咩感受系？嗯，我有边样失败？我有边样失败？我搞咁多咁多年嘅社会人，你又成功嘅，系你两条友。OK， 咁啊，讲下梁锦祥啦。喂，咁你第一次识梁锦祥，认识佢，你有咩感觉咧？你啊，